Because of COVID, I get to stay at home more, get to spend time with my family. Can I still get this? First thing, he frightens me. 我叫德仁，今年41岁。我叫喜林，今年37岁。我们在达曼玉兰小贩中心有一个西餐摊位。我们有两个孩子，一个8岁，一个6岁。然后平常在家，他们就会互相互动，我大的就会跟小的一起玩这样。我大的会比较开朗嘛，因为我小的很有主见，说就自己知道要什么。因为疫情的这两年啊，我们的我们做小贩中心嘛，所以我们的收入是上上下下，从有时真的是可以来几百块，到有时只是千出多。我们是能省则省哦，不要可以不要花就不要花太多了啊，还是蛮紧的啦。其实我们是算 essential worker，所以我们不可以在家，所以他们 HBL 在家，可是我们也是要工作。对啊，还加上我们还有更 stress 啊，因为老师会打给我们，这个东西要做啊，连这个老师这个功课还没有做，那就连我们还在煮哎，煮，连有时我要下去探监，他要在家里等那个 HBL timing 啊，对啊，帮孩子 log in， 然后我才去。Last time when there was no COVID, during recess, I used to run around the field. When I'm in home-based learning, I can't see my friends. I'm worried that my parents might get COVID because they spend a lot of time in the hawker center. It's up. I remember the first month, I thought, why is the water so high? Because everyone...就会开电视啊，开风扇，每个房间，连有时间开灯，大白天你开什么灯？有了这个GST 的保证是有帮助的啊，可以帮忙补贴点家用。我是会把那个预备这些东西来省起来 in a way 啦，然后好像有时来 offset，我们来出去买 grocery 啊，买家用的东西啊，就显得 like instead of 从我自己的口袋拿，我一个 like you know GST 的口袋。一个星期我有去算。哇，有下到来50%毛毛这样，可能今天你有少过10个人来你看，就会很担心。来，哇，没有人来买的食物，食物也是会坏啊，是蛮辛苦的，就是要转说，喂，想去有招生意啊，哎，刚好是因为我们可能这个年代就有会懂 about social media 啊，会做这些，就从那边 post 哦。也是会弄到另外一种 stress 啊，连你搞不好就会弄乱他的 order， 也是会被讲的，会被骂啊，所以一直变化，弄到我自己本身也是有那种 anxiety attack。我是觉得一定有帮助。可能人家就觉得，如果你要算，你觉得哎呀帮多少这样吧？我是觉得好过没有一个帮助啊，我是蛮庆幸的。对，也是觉得很感激有这种。就可能我们的 cost 就没有这么高咯，就也好让我们给一点时间，呼吸，所以我们可以想办法，另外一个 step 要做什么。虽然去年疫情的情况给我们了很多挑战，可是对今年当然是生意要好好进步啦，连孩子们好好的上学，不过每次上了又停这样。